陈婷婷日前开心宣布婚讯，表示和爱情长跑多年的男友胡宇蔚已经订婚了。小两口也同步透过社群平台 po 出两人的甜蜜合照，让粉丝们都相当惊喜，纷纷为他们献上祝福。脱离单身进入倒数的她，最近在 IG 分享在家里拍摄的一系列美照。照片中的她一下子置身在厨房，一下子帅气拿起笔记本，轻松坐在地上，下一秒又戴上抢眼的红色帽子，拿起红酒杯，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。他同时发文表示，结束农历年前最后一个工作，已经调整好要过年的心情，但我这次哪里也不去，决定就好好在家待着，相信一定也可以很好玩。曝光新年计划就是尽情享受在家当宅女啊。